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游戏流光幻境。王牌对王牌，这关呢叫做流光幻境啊，我们要考验一下大家的仙术。所谓的仙术，就是请大家在我们这块巨大的绿幕面前感受一下和这个仙境的结合。5毛钱呗，我们大概花了有7毛多。太猪了，太便宜了也。三位评审仔细观看，你们将在所有表演结束以后共同给出一张支持卡。我们来看一看你们将面临的第一个挑战的片段是什么，请看。蛇身要出来了。我的天哪！以前的特效，以前的特效。直接睡觉。挑战这个片段的是贾玲和杨迪。我那个好拿捏。大家现场感受一下，就是抠画面是怎么抠出来的啊？哎呀，直接都看到了，这抠的还可以啊。来，3、2、1，表演开始。天哪，我的腿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天哪，难道我的尾巴要出来了？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我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好难受！快出来，出来！天哪！这是什么蟒？灵儿，我来了！灵儿，我回来了！逍遥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我。生病了。什么病啊？蛇盘疮。说说你今天找我来干什么呀？是这样子，我也不知道给你爸送点什么东西，所以我给你爸带了一壶这个泡酒，你看看。哎，对哦，你爸呢？泡酒呢？哎呀，你说老爷子还挺忙的。对了，不仅有这个蛇泡酒啊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蛇油的护手霜，你闻闻味很香的。是挺好的。我就先不用了，我用它的话有点画蛇添足了。是吗？这样天也不早了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哎呦，你不说我还忘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最近这外面有点不太平啊。听说最近有一个蛇精出没，我们得小心点。别紧张，我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宝贝。听说只要这个蛇精听到这个笛子吹出的声音，它的尾巴就会不由自主地摆动起来。这怎么办？这灵儿，怎么回事？这是逍遥哥哥，其实我就是一个蛇精，这是我的尾巴，这一切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。这么说你不是灵儿？我不是。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贾灵儿。没错，我就是贾灵儿，但我也早就发现你的不对了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逍遥哥哥。什么？你看出来了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刚才你吹笛子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。你手里拿的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笛子，而是洋笛。没错，我就是杨迪。好烂的梗啊。那咱们赶紧走吧。走。可以了。咔。其实没关系，不给卡也没事。最后给啊，最后我们统一发卡。统一发卡我们心里就有底了，我们绝对不是最烂的。接下来是第二个片段，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下一个片段是什么。不要！练成龙丹了是吧？化成了一把剑。让我们请上的是小童花花杨迪。
逍遥，灵儿，这里就是铸剑炉了，离他远一点，瞟到我的头发了。我们只有祭出神剑，我们才能打败邪剑仙。神剑在哪儿？我们该怎么祭剑？需要献出自己的生命，才能换出神剑。天哪！逍遥哥哥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哎呀，这就要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。灵儿，我先跳下去了。哎呀！不！神剑怎么还没出现？是不是我的功力还不够啊？火里有一张一寸照片儿。看来祭出神剑还需要更多的人。正所谓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李逍遥，拯救苍生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慢着，等一下，你往那边过去点。嗨！不！那火里还有一架马车是吗？为什么他俩要这样呢？哎，正所谓舍身取义，为救世间苍生，再加上我李逍遥，岂不快哉？我来了！这神剑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可是我们已经无人可跳了呀！各位 ，relax。神剑呢？哇！神剑出来了！出来了！哇，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！有了神剑，我们就可以战胜邪剑仙了。走，走，跟着神剑一起飞，邪剑仙受死吧！果然是一段不如一段啊！你们那个不真的是太不走心了，巴不得那人赶紧跳下去。接下来又要升级玩了。其实在这个仙侠主题的很多剧当中，有一件事情是大家特别羡慕的，就是御剑飞行。接下来我们让躺躺在现场给我们来展示一下什么叫做御剑飞行，可以在现场选择一位和你来搭档演绎，好不好？腾哥，来吧，躺躺。这就是御剑，踩上去呗。我会给你们这个不同的场景切换，你们在里面自由发挥这个御剑飞行。首先给你们的场景是天气非常晴朗。哇，这个云彩好漂亮，你看那朵云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马。马云。接下来乌云密布，狂风暴雨。没事的，你不用为我遮挡，我可以的。我可以双板。这在天上飞还怕淋雨啊？来到了外太空。哎，看看，你看那边有好多的星星啊！你要不要许愿？许下我的。后期给你做个蛋糕行不？你们御剑飞行来到了马路上。这是一段剪都剪不出来的表演。我来了。嗨，腾哥超速了，扣六分。呀，客人您好，请出示一下驾舰照。驾舰照？仙女就飞走了。腾哥，你这剑被扣了，你怎么上路啊？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凡间嘛。没剑，我有车呀。我家别的没有，就是车多。我跟你说，我家的车不但质量好，价格还便宜，上易车 APP 可以查新车成交价。我真的听说买车他们家非常非常专业，买车还特便宜，可以查到新车的低价。杨迪，你哪儿买的车？肯定要在易车上面买。我虽然没驾照，但要给我妹妹，对吧？我养全家。行了行了，不跟你们废话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我今天还得去易车 APP 买车呢，大家记得下载易车 APP 哦。等会儿我也得去易车 APP 买车，等会儿啊，所有人下载易车 APP。
今天三位评委的这个评判其实非常重要，可以任意给到刚才在现场有过绿幕表演的其中一位表演者。三位评委只有一票，嗯，请给出支持卡。好难啊，你要给谁？不用那么焦虑，有时候有可能有一些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莎莎来，那我直接就走到我想发的。 OK， 好激动。我是很容易被糖糖那种融化，那种笑容融化，所以谢谢。最终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仙侠组获得了最终胜利。